远景获报，在中正路市场有两名摊贩吵了起来，到现场查看，这一看才发现，原来是服饰店把自己的摊位往前摆到了马路上头，同时另外一位阿嬷则是摆了卖芒果的摊位，因为服饰店不让阿嬷摆，双方就吵了起来，路人报警，而远景到场之后决定两边都要开罚单。衣服也是违规，他们也是违规。这时80多岁卖芒果的阿嬷觉得很倒霉，想要跟警方求情，不过这时有路人看见了，当场拿出了1200块要帮阿嬷来缴罚单。事实上占用马路摆摊本来就是不对的，而这一次最主要是店家不让阿嬷摆，只想给自己摆，但在警方看起来只要占用道路都是违规，也因此是依法告发。东森新闻在屏东报道。